利未记天一章七十节：若有人先收集为供物，给入火把，要用细面浇双柱，加双柱香。你带到阿伦之孙作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下柱和所有的嫩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菜坛香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三数祭所献的要归给阿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众为祭献的。四若用炉中烤的木为数祭，就要用调油的木膏洗面饼，或是蜜油的木膏洗面饼。若用铁鏊上作的木为数祭，就要用调油的木膏洗面。六盘前筷子就上油，这是数祭。七若用煎盘作的木为数祭，就要用油与洗面作成。八要把这些东西的数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凭奉给祭司带到坛前。九，祭司要从数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菜坛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十，数祭所献的要归给阿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为祭献的。十一，凡献给耶和华的数祭都不可有膏，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膏、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十二，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这些不可产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十三，凡献为数字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数字上不可缺了你上帝必的肉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披盐而献。十四，若向耶和华献出数字物为数字，要献上红了的和水祭，就是杂了的新水祭，当作初熟之物的数字，并要抹上油，加上嫩香，这是数字。只是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杂料的和水祭和一些油，并所有的嫩香都发焚烧，而向耶和华献的火祭。